十八届金钟奖戏剧类节目美术设计奖得奖的是萧仁杰模仿犯，统合大量跨度场景，创造各异情境，掌握经典视觉印象，色彩点缀年代氛围，篇幅众多却不失细节安排堆叠，美术设计调度筹划娴熟，唯一完整佳作。感谢评审，感谢评审的肯定，也谢谢汤哥、汉玄哥，还有阿纪导演、小毕导演给我这个机会，以及对我完全的信任。然后也感谢模仿犯所有的工作人员，特别是美术组，不管在这个案子里面你跟我们走了多久，都是因为有你们的参与，让这个案子现在长成一个很棒的模样。也谢谢工作室的珍珍、老王，谢谢你们总是让我非常的放心，让我们再一起继续的拍片，一起冒险，一起进步。也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姐姐，还有教会的家人们，你们满出来的爱跟无条件的支持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。特别感谢我的老婆安诺，我们一起经历许多很不容易的事情。谢谢你，总是配合我的原则，总是无条件的包容我，总是找我约谈。谢谢你，最后。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，谢谢你。